讲到恐龙，大家会想到哪一部电影呢？应该没有人不知道《侏罗纪公园》吧？想当年按照我去电影院时呢，还有人说电影中的恐龙是真的存在的哦。而这一次手机平台上面也可以打造自己的《侏罗纪公园》了，哇，这真是很酷呢！赶快来看下去吧。Willkommen im Jurassic Park。看到这些经典片段，相信大家对《侏罗纪公园》应该不陌生吧？而这么棒的题材，怎么可以错过开发游戏呢？今天要介绍的 Jurassic Park Builder 是著名《侏罗纪公园》的游戏之一。本作以模拟经营来诠释，玩家将扮演一个《侏罗纪公园》的建造者，从恐龙的 DNA 去研制、复育，并开放公园让游客观赏而获得收入。玩家可以在公园中研发超过30种恐龙品种，甚至还有恐龙擂台赛。当然，培育恐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究竟会不会像电影一样，生命会为自己找到出路呢？就让玩家们自行经营体会喽。